大家好，我是 Rita。 今天呢又有机会跟太阳神的老师坐下来探讨一些人生生活里面的问题。那么我就想问老师，今天呢我也是一个朋友跟我提过问题，听说在台湾就是东南亚有很多人呢都会去庙里面求愿，尤其是过节的时候，那么很多人呢也有如愿，那是不是一定要回去谢神呢？有这个必要吗？还是只是一般迷信的说法呢？我想这个问题，不要说对神了，对不对？对人应该，人家如果今天帮你的忙，然后让你成功了，做人的基本原则，你可能也要回去谢谢他给你的一些恩惠，是不是？我想这个可能是最基本的。那何况今天是对神呢，是不是？是，当时你烧着香面对的神明，向他讲希望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恳切的心情，那神因为听到了你的声音而让你如愿了。那在这一刻你已经满愿之后，对不对？那你把这个原来向他求的这个对象都忘了，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来讲的，是不是像那个买的奖券中奖了，结果奖券放在那个旧的衣服里面就都丢掉，觉得可以换新衣裳了，然后去兑奖的时候才发现奖券不见了，要去领款的时候才发现奖券不见了，那可惜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人吧，有些人他的确可以就把这个谢神的工作呢就完全免掉了，而且还可以讲很多的理由，是吧？我想这种事情也是跟着你自己走，如果你今天觉得这样做妥当，那这些神明他应该也都知道你的历史吧，所以到下一次你再去另外一个庙或者同个庙去求其他的愿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灵了，是不是？因为人家正要帮你的，一看哎呦这前面根本不在乎的，那想帮这个人干嘛呢？虽然这个事说起来也许可能是，但是你把它变通在人间的人与人的这种关系的处理上，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应该很自然会做到的才对。是，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做人的一种道理，非常基本的。对，但是有些人他可能是不是真的就是他的教育背景，或是他自己的习性，或是有其他的原因，他已经得到他所需要的，他也不要承认是受到某某人的恩，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他就不愿意去面对呢。你讲这个也有可能啊，去庙里要不要还愿？他可能去求的时候是没办法，因为真的是有很多的心事，对不对？他求到了，有些人他如果真的没有这种饮水思源，对吧？他又不想让人家知道他这么成功是因为去庙里求来的，他可能就当作没事就都不去了，对不对？那对人和人之间，那有时候也是这样啊，他在求你帮忙的时候你帮了他，他可能成功了或者是如了他所愿的时候，他不愿意再回来谢你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要让你好像知道他这个问题又一次的深刻的印象，对，他怕从你这边走漏了风声，他将来没面子，或者他怕人家说你的成功是因为谁的帮助，他怕一样子东西，所以他觉得我就薄情点又怎么样，不来感谢你又怎么样，所以这个看个人的操守的问题。但是就像我讲的，这个跟神也一样跟人也一样，你今天很果断的就觉得你不需要去谢神，那明天你再遇到一个要人家求救机会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人要伸出援手了吧。我觉得这个是名正言顺了，对，所以这一刻不需要不代表下一刻不需要，是不是？是，那下一刻需要的时候，那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的，那就后面是不是能够走过难关，那就看人哦。所以这个有时候见仁见智。我是最基本是看这个人他有没有一个基本感恩的心，是的确有的话呢，他什么事情都想回到源头再感恩的话呢，他是不应该会可以说是忘本吧。你讲的这个倒是重点了，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事由都有一个感恩的心，哪怕你今天去买一个土豆，对不对？全这个中国菜土豆，你拿到一包热腾腾的这个美味菜肴，你也觉得要感谢他们啊。如果今天没有这家餐厅，你要回家，只要回家自己做，
虽然你今天用钱买，但是也是有这个餐厅的配合，才能够让你回家不用做饭，但又可以开始享受晚餐、中餐，对不对？所以你有真正的一颗感恩的心，你连这个都会感谢。是，更何况今天如果有人对你有恩，有神对你有恩，然后你可以最后把它全部抹杀掉，完全不理会，那这个就是天知道了吧？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争的，对吧？那这些功课的不圆满，他真有一天要回来补学分、重修，对不对？或者是反正有一些他原先没有预料到这样的一个处理或者是一个决定，让他后面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做某方面的另外一种境界的学习和磨练，是这样。那我觉得这边的这些礼德呢，我觉得是要从下一代小孩子也是一种教育，就是从学校不是家庭配合整个大环境配合。因为我有一次跟老师也讨论过，现在孩子都是什么是应该的，像圣诞节什么时候就开单子给父母给亲戚，这是我要的东西，你们就去买吧。然后呢，这些孩子都是没有一点概念说他要去做些什么好事情把这些礼物赚回来，是应该就是得到的。那我觉得这种孩子的话，以后长大也没有一个感恩的心的，他拿到以后也不会说是会真的是谢谢，从心里面谢谢。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美国感恩节我们刚刚过了，那也听到先从这个时候呢会去想想有什么事要去感恩，但是好像一年呢，如果有人有这种心态，只是一年一次，在这个时候才会感恩一次。那平常的12、11个月怎么办呢？一年一次感恩火鸡吧，至少有个火鸡大餐可以吃，是不是？我发现美国的感恩节大概就是一个感恩节吧，就是个节日吧。啊，你说有没有人因为这天的感恩节，所以他很感恩？真的有，那也许大部分也就是应应景吧。但是只是在这个时刻感恩，但是其他十一个月呢，并没有想到每天需要去感恩的事情倒没有。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相对来讲感恩的人数不多，比例下降，大部分可能跟我们现在的3C 产品都有关系啊。大家都认为啊，比如说我今天上网找什么资料，是吧？我随便进去search engine一找，找到了，这是我找的，我花时间的，所以我 research 完之后，我 suppose 应该要得这些资料，所以他也不觉得什么好感恩，对不对？那这个东西练习久了就麻木了嘛，他就觉得你今天帮我，那跟我去这个 internet 找资料，最后他会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因为他那心中那把尺他已经有点停顿了。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世代啊，如果他没有一个中心思想 keep 在那边的话，有时候如果你当事人没有很注重哪一个观念很重要的时候，你可能就被这种一种假象带走了。可能有人要说要感恩，你会说感恩什么？然后举的例子你全部可以反驳，是，对不对？你当时读了圣贤书的时候觉得这个都是太好了，这个也要那个也要都要感恩，但当你跟着社会这样 crazy 的时候，你还可能比他们找的理由更多，然后全部都是否定，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那这样子也有可能当事人他是为人父母，为人父母又教育了下一代的这个身教，所以这个后面影响的一代就不如一代，都是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要有足够的热情，饮水思源，源远流长嘛，对不对？你没有这种感恩的心，然后随时就可以找个理由把它否定掉，那这种一天地球是圆的，那这种一天是转转转转到自己身上，别人也会否定，没错，当事人当年的你就是这么样否定别人，是。那等到你真的被轮到那一天的时候，你好不好过呢？可能你不好过，是。所以你说求神不谢神的人，这种人如果你身边有这种朋友，他肯定就是最好的迹象，就是告诉你呢，这种人不能交朋友，是，对不对？连神他都可以随便轻忽的对待了，那何况是人呢？那他跟你交朋友，那明天没有利益关系或者是利益冲突的时候，他可能立刻就不把你当朋友，是，这个很可怕。是很多这种人社会上，
真的这种人他利益得到了就真的就忘了。是现在的人不但他得到了就忘了以外，他会再找一个理由告诉你他的理由是101分的最 strong 的理由，他为什么不理你。所以有时候社会上大家讲的口沫横飞的是不是那么如此就见仁见智，但是里面来龙去脉到底是谁对谁错，我说就是天知道，对不对？人在做天在看，天在看，一切都是天在看。我那天还有跟一个算命先生在聊天，他说这个讲到不是像选举吗这些啊，然后讲了以前的政治生态现在的政治生态，然后他我就讲说哎，那谁谁谁不是很有能力吗？然后他马上就说，他说这个人已经没有明天。我说怎么会呢，他如果哪一天需要他还是可以出来啊。他说在天理上来看他已经是背信忘义，就说当时拉拔他的人出来的，后来他跟人家反目成仇，所以他在天理上来看这个人就是被打叉的，他不会有机会的。我也很好奇地问这个算命先生说你们这一套是怎么样来看呢，他说他们这一套因为算了太多人了，所以这一套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想这就是天理吧。今天你不饮水思源，你背信忘义，那可能后面就是有它的代价，对吧？可以说是一个因，有了因也就是有果吗？你也可以这么说，好，或者说今天在人间的小情小爱里，你本来就应该要做这些尽本分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尽，对吧？但你没有尽，那什么原因呢？你是大义灭亲呢，还是你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时代任务跟使命？如果真是如此，那又是另当别论，对吧？这个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东西是一般人间啊，就是善良百姓过日子。应该是要这样看，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像我们很多历史人物是吧，在一个时代的这种必须要他挺身出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有时候不是饮水思源与否的问题，而是他可能要完成一个很神圣的重大使命的时候，那是另当别论。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基本的原则我们还是得掌握住。是，但是我是觉得还是是不是要从家里面父母呢要看到这一点，一定要也是从小孩子这一种教育，父母就要以身作则变成一种文化。对，在家庭里面小孩子看父母，你父母都没做到，你想下一代小孩你奢求他会那样子，那是奢求，那是鸵鸟，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哪怕当时你说一定要这样子哦，他说好，等到长大不怎么样，他可能还回你说你当年也没有这样子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还是不光是人在做天在看，大家都在看，连小孩都在看。所以哪一天你说小孩这个不忠不孝是吧，可他回答你说你原来不得这样子吗？是，你当年对某某某某某不得也这样子吗？是，那时候你真的哑巴吃黄连了，真的就是说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还是要智慧了。当时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人的问题是当时他要做的时候呢，他可以任由他 create 任何的理由去 support 他做那件事情，但问题是在那件事情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往左还是往右，怎么看都是不对。但是当时你把他搞了一个理由上去，觉得说我这样子是名正言顺，但是你在做，所有人都在看，对不对？包括天地。所以哪一天天地或者跟你相关的人等也给你扣上这个帽子，你就叫自己自作自受，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看人吧。所以有时候还是就说平常的修为啊，要真修就是这样子，你很多观念要把它修对，你修不对，你说我在修我在修，你看一百本经书也没用，是，对不对？我觉得人生的这个观念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观念就是对任何事情的这个下一步的看法决定是你的行动，你的思想，你的思维，是太重要太重要。但是这个观念不是每个人都有正确观念，那有些可能真的是就是靠一个人的慢慢
体会的智慧，才会改变你的这个观念。那要不然的话呢，我觉得他一直会在犯错，犯错不是只是一件事情，很多事情都会跟着去犯错，就一步错步步错，是没错。而且我的观察是会增长智慧啊，要么就是你诚心诚意的这个去 study 别人的 case， 然后从里面得到结论，然后改正自己啊，这个身心各方面的做法、看法、想法；要么就是自己亲上火线，真的去演一出错误的事情，然后自己还不认为错，啊，等到天地间给你重重一击一掌的时候，才刹那间醒悟，那个时候才可能觉得突然茅塞顿开，智慧增长，但已经有所损失，大概就这么回事。你说那些杀人放火的，他在杀人放火的时候，他会想到什么仁义道德吗？对不对？往往都是拉进去关了以后，才说啊、哦，我最近抄佛经，才觉得啊、哦，以前过去种种不应该。但过去种种他做的时候，他那当时的他应不应该？别人看都觉得不应该，他自己看非常应该，对不对？但是也很多人他也是永远会醒的，到最后那一分钟他也不觉得自己有错，有很多这种人。所以不觉得有错的人，他可能这个活的课堂啊，可能就要移到下一个人生舞台了，对不对？他这辈子可能来不及 study 了，那下辈子来的时候他一定有课题要他学习，那当时在学习的时候是欢喜的学还是痛苦的学，不该每个人的这个因缘际会相当的一个互相牵缠，所以是高兴的学还是痛苦的学，那看每个人自己怎么掌握。所以已经你说这个要不要谢神呢，这里面还真的是看到人间百态，就是说这些他可以欺神，可以咒骂天地，他也可以今天把一切东西对的说错的，这些他都可以做，但是他所做的后面他要不要付出代价，他绝对要。那这些代价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只有他自己遇到他付代价的时候，他才知道哦，这个代价好像付的比原先预期的还要高，那那个时候再想到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倡导人要彻底的忏悔，是你赶快知道这些原来的不应该，你不要被天找到然后再来改，有时候就嫌过晚了，对不对？没机会了。你应该说早一点的醒悟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是勉励人的话，但是事实上也是你如果没醒悟，你没有这个知道对错之间，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你要从哪一扇门进到真正的solution，对不对？那弄到最后不是一辈子苦苦闹闹也就罢了，如果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子在 repeat， 那就蛮苦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人，你要怎么样去善待你自己的未来，怎么样去选择你该做的事，怎么样善尽你的本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选择的艺术，千万不要就是目光短浅，或者是往牛角尖钻啊，或者是人家不说要善解人意吗？你不善解人意就处处跟人家过不去，对不对？那弄得不是自己天天就像在人间炼狱一样，是啊。所以光是要不要回庙里面谢神，我们就把人生里面有些很基本的东西就讲得跟大家都息息相关，而且这些东西你缺乏了，在你的人生里面一定不顺遂，哪怕是暂时你觉得 OK， 但长远来看一定不顺遂。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教育很重要。谢谢老师今天讲这些重点。那我觉得这个感恩呢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我觉得有这个感恩的话呢，他对每件事情生活里面的很多的事情的看法，这些礼节也就不一样了。那所以我希望大家的听众呢也可以尽量在跟周遭的朋友呢也有机会强调一下，从家里做起，从自己的孩子做起，也希望下一代呢这些好像已经是忘掉的这些礼节，最基本的这些人伦的关系呢，把它重新建立起来，那我们让我们大家有个更美好的将来。那今天谢谢泰森老师的时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